当总统最重要的是坚持民主自由制度，强化国防经费，加强两岸交流，降低两岸冲突，让台湾远离战争。 所有县市长都是我们最坚强的力量。我侯友宜在此向全国人民宣誓，我会竭尽所能，用尽我的力量，我的生命，捍卫台湾。